这是谁的声音？你说，很熟，对不对？是谁？是你啊，是你啊，举手，好。这是谁的声音？你说，很熟，对不对？是谁？是你啊。这是你的心跳声哦。是谁？这是谁？你说，是你啊，举手，好。对。这是黄玉米第一次直播，你人生第一次 FB 直播，哎，好像那个妈咪比较会跟你对话， Daddy 比较逊。那我唱歌给你听好了。问的我一说要唱歌就打呵欠的意思是 Daddy 妈咪，我的名字叫玉米，两天后是星期五。废话，我最喜欢米老鼠。好了，表现得不错，起码没有哭闹，刚刚有隐约有一些微笑。我们换妈咪跟她对话，因为妈咪跟她对话她反应会比较热烈一点。你现在才发现我啊？我刚刚在你旁边那么久，哎、欸。你今天发生什么事啊？我讲那么多，分享很多。这是黄玉米第一次直播，你人生第一次 FB 直播，哎，我求你笑一个好不好？好了，有一点微笑。好像那个妈咪比较会跟你对话， Daddy 比较逊。那我唱歌给你听好了。问的我一说要唱歌就打呵欠的意思是 Daddy妈咪，我的名字叫玉米。Charlie， 这是我的英文名。大地为什么有水？你有什么？为什么都是植物？你有什么？赶快帮我换尿布，然后帮我擦屁股，再去帮我洗屁股。我最喜欢吃莲雾。哦，新的，新的，新的。两天后是星期五，废话。我最喜欢米老鼠。好了，表现得不错，起码没有哭闹，刚刚有隐约有一些微笑。好，这是玉米第一次的519玉米时光的直播。我们换妈咪跟她对话，因为妈咪跟她对话她反应会比较热烈一点。真的喜欢，哎呦，我真的很喜欢跟妈妈讲话，哎。你现在才发现我，我刚刚在你旁边那么久，哎。你今天发生什么事？听说你今天一直睡，哎。还有便秘。你还便秘哦？便秘很快乐，对不对？讲那么多，分享很多。好啊，他真的很喜欢跟耿如讲话，跟爸爸一样好爱说话。我是上班呢，我是为了上班呢。